我现在有一点点纠结，要不要去健身房？健身房就在这儿。就是我早上本来说要去健身房的，但是后来又说要是不去了吧。但是呢，现在要去买午饭，然后又经过了，我就说要不我去一下，我去一下吧，练个手臂。累累嘟，我本来说要5点起床的，已经6:30。哎呀，笑死！被泼油漆了。然后本来要早起的，因为明天考试。然后那考试呢，我们要怎么复习？但是我没起床成功。今天就是素颜嘛，毕竟要学习，明天就考试了。但是我昨天的 Crocs 不是到了吗？然后我已经给它换好鞋花了，我今天就要穿它。但是这个袋子我不知道要不要放这，感觉有点点丑。喜欢呢，因为它在这下面。好像已经清理干净一部分了。来健身房了，浅浅的，今天就准备只跑步。现在要去买午饭，然后头发没有梳。我先回一趟家，因为我想要去取一个快递，然后把我的健身房里的东西先放回去。在这里。现在转账去 AGOC。去了，去了。OOTD， 为什么要通宵还那么开心呢？还没背下来呢。先来买点吃的。这个是凌晨3点的 AGOC， 超多人，而且很吵。现在要去考试了，我准备走过去吧，虽然要走很久。我已经到那个考场附近了，太好好的天气，而我却要考试。我笑死了，考
考完了，我现在回家，我感觉我考的有点点不好，但是算了吧，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先回趟家，我想要换一身衣服。我换好了，其实我就换了个外套，还有鞋子，因为下雨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就要去中国城啦，又来吃这家啦。等我朋友来。一个店家的口味。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，嗯，狗包肉好好看。你也来。枸杞好大的枸杞。好喝呀，这个汤。嗯，好香，很香。加了多少味精呢？嗯，在马德里地铁上，然后来了个大叔。我跟我妈说，你应该是南方人，她应该是北方人，因为她见过口音，她说我是北方人。嗯，我说我们是母女。你哇，好热哦。我要去工程楼今天，而且是三天复习完星期一的考试。本来说要7点钟起床，因为我昨天大概8点钟就躺床上了，因为太困了。房，但是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开门，我在他门口剪一点视频吧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超市买午饭。外面太热了，我还是进里面吧。我现在要回家啦，我感觉我已经来不及了，终于就是考试，害怕。他们好爽啊。明天就考试啦，但是我都还没有学完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学完所有东西，然后我明天就去考试了，而且是明天9:45。小猫咪，睡
就是早上的曼大，太美了。逛一逛，正好买晚饭了。天黑了，我还在这里，很崩溃呢，很崩溃，很崩溃。我睡了几个小时，但是睡得都不深。继续学吧。我现在要去买点早饭吃，刚好超市已经开门了，7点钟了，然后等会儿就考试啦。考试啦，怕怕的。我今天穿这个写着 UCLA， 但是我在曼大考，是不是不太好呢？之前我必须有理由换手机，爸爸妈妈。好啦好啦，我们去吃午饭了。他说可以干瓜 very fresh very fresh yes is that for you？ 大家好，我是静瑶米饭公主，我叫法式吐司、开心果 pancake， 还有冰淇淋呢。可以喝。那就这样吧。